因为呢，我弹的那首歌叫 Long Long Ago， 我平常在练习的时候，我都是这样，就是没有在看我自己的手，就这样，就很轻松的弹。然后我昨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然后我就突然看自己的手，就是一错再错，全部都烂了。这一次的舞台，这一次的演唱会，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，跟花了很多的钱，对，大家都应该都看得出来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真的只有两场演唱会，我觉得真的太可惜了。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开心，这个演唱会可以再有，就是再到对，再延续下去，就是有一种啊，太棒了，又是一种，就是有那种。唱完歌然后又安可出来，有那种 bonus 赚到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高雄的朋友，我来了。对，铁完瘦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出，有没有什么 moment 是你觉得最难忘？难忘就是我昨天开场的时候弹琴弹错啊，因为你一直带，我想说真的吗？是到底是怎么？昨天不在现场，然后因为呢，我弹的那首歌叫 Long Long Ago， 我平常在练习的时候，我都是这样。就是没有在看我自己的手，就这样，我很轻松的弹。然后我昨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然后我就突然看自己的手，就是一错再错，全部都烂了。还以为说你会最难忘的一刻会是小朋友在下面叫你妈，然后大家跟着一起，整个小巨蛋突然全部都你知道，全成自己的子女，这样大家都叫你我妈妈那个感觉。第一个那个真的是吓到，真的是，所以那个是失误，那个真的没办法，那个真的很难忘。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啊，好可爱哦。是啊，刚刚都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讲话，因为戴个那个耳罩的时候，他好想上台。他真的很想上台，他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拿着那个 hiphop 的那个小吉他，蓝色吉他，他在家里跟我说，妈妈我想要上台弹吉他。然后呢，今天彩排的时候我真的有带他上去，他不要下来，培养他就是继承你的合唱师。我不会逼他，但我觉得因为现在我的工作是这样，他就会觉得他，因为他吉他的不知道嘛，所以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，就是哦，妈妈就是歌手，可以在电视上面看到妈妈，可以有妈妈的 MV， 妈妈会唱歌。如果她真的喜欢唱歌的话，我觉得很好啊。对，就是会在旁边给她鼓励，因为她之前就跟我说她要上来打鼓，然后有人就说打鼓打一打，就说我喜欢吉他。等一下，他才3岁而已，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，就是，但他喜欢什么，我就会支持他。才3岁。